真係成條水柱，但反而因為咁樣就都豁出去啦。既然都已經個頭都已經濕埋，咁就唔理啦。咁就即係玩得好好瘋癲咯，可以咁，所以係好開心嘅。你都係一個好近嘅距離，可以同觀眾真係咁樣嘅距離見到大家喎。其實係嗰個感受係再開心啲嘅。今次係一個360度會有 T 台，我覺得係係好特別嘅，係因為我哋可以reach 到唔同邊嘅觀眾啊，同埋係可以更加之近。